疫情这一年，岁末祝福加强防疫，依旧不失年会人气满满。是考量到疫情，我们也是希望说来的人，其实我们来岁末祝福，就是接受上人给予我们的祝福。每一个人来，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祈求平安，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安心的来。在工作上、职场上，不是效率就是成本，就是那些每天脑袋里就是转这边，然后来这边干嘛？就跟呼应我们的那个静思堂三个字，静思一下。我们把电竞改成素食店，我们该学习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不是吃素的。用戏剧演出亲身经历，慈济志工何明燕三年前将自家面包店转卖素食，尽管生意受到疫情重创，却不改他的肉素信念。不是不想吃素，我说好难找，找了好绕一大圈啊，回家自己煮就会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开素食店，让人家有更多的选择，他们吃素的意愿就会更好，更加赞同这样。从金舍法师手中领到福慧红包，共聚祈福，启发人人的爱心与善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古忍、詹义明、萧永秀新竹报道。